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性价比最高，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字不如表，表不如图，图不如视频。从今往后，我就是你身边的 IT 讲师。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儿。我的目标是够全、够新、够精。听高老师细说 PHP。大家好，我是熊联的讲师高洛峰。大家好，我是妹子。妹子，上节课呢，咱们实现了这个继承，对不对？对。只需要使一个关键字 ，intense， 对不对？嗯。就可以实现继承。那么继承的时候要注意一些细节，什么细节呢？就是权限的问题，对吧？看那个成员属性还是成员方法声明在哪个类中的，然后用什么权限标识的，然后才决定怎么使用，对吧？咱一共有三种权限：私有的、保护的和公开的，对不对？那这节课呢，咱们看一下继承中的一些细节，什么呢？叫做官方叫做从载，但是这个从载容易跟别的语言里边混淆，看一下啊，所以我们把这个词儿改掉，叫做覆盖。你看，继承中的重载，哎，重载，但是这个词儿呢，我们要改成覆盖。为什么要改成覆盖？那能了解一下，比如说，家里边和西家家里边，什么叫做重载？听着吧。重载意味着什么呢？比如说它必须是强类型语言里边的。强类型语言里边，比如说我写两个数相加 ,fraction, add, 两个数相加，看到了吗？对吧？那如果我这么使用 ,inta, 当然了，别的语言里边它不是用 fraction, 直接 int, 听着吧？啊 ,inta 和 intb, 假如是 Java 里边这样写，对吧？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只能传两个整数然后返回整数。那我做两个浮点属于运算可不可以呢？不可以。因为强类型语言里边要求我们就必须传什么参数什么类型就必须传什么类型。对吧？所以呢我要想实现两个浮点数相加我还得这么做 ,add, 比如说 float,float, float, 这块还得来一个 float a, float b。看到了吧？要想实现两个 double 型和一个 double 型一个 UUBL 一个 double 型的和一个整线相加 double A 和 INTB， 你看，看到了吧？如果是就两个参数的话，能写出多种形式，比如浮点型和 double 型，对不对？或者前面是整线，后边是 double 型，对不对？这就是别的语言写程序的麻烦的地方，对吧？而 PHP 用这样做吗？PHP 直接 FUC 点 Faction ADD Dolph A Dolph B AB 什么类型是不是都可以，对吧？所以在别的语言里边记住重载是什么概念，方法名相同，参数个数不同或参数类型不同才叫做重载，必须方法名相同，对不对？那么我们这里边呢 PHP 里边呢，你看一个方法是不是参数个数可以不同吗？参数类型是不是也可以不同？所以在 PHP 就没有重载，听着吧？那咱们为什么理解成覆盖呢？因为有的时候在同一类里边写重名的是不允许的。比如说我在这块我再来一个 Faction EAT， 就算我参数不同是不是也叫 EAT？ 这块是不是也叫 EAT？ 两个参数相同吗？不相同。别的语言这样是支持是不是重载啊？参数个数不同或者参数类型不同方法名相同吗？对不对？那我们 PHP 里边允许吗？我们运行一下，是不是告我出错了？重新定义 EAT 了，不允许，对吧？所以 PHP 不需要这样去做，对吧？那我们怎么允许呢？在子类里边可以写跟父类同名的方法。我们的重载指的是这意思，在子类中可以写和父类同名的方法，听懂吗？同一类里不允许，但是子类可以写父类方法，这就形成了一个覆盖。那说为什么要这么做呀？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啊？后边能学接口和抽象类，
过程当中多态的时候都必须用到这个功能，所以当时在继承的时候必须得说，好吧？那什么意思？就比如说这个说话的方法是不是傅类里提供的，他自我介绍说我的名字我的年龄我的性别，对不对？那如果学生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应该说什么呀？除了说我的名字我的年龄我的性别，是不是还说我所在的学校啊，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这么写方法，你看傅类是不是继承过来一个说话方法，对不对？那子类如果我这么写的话，再写个说话方法二，好多人这么去写，然后这边加上一个输出，我所在的学校这次里边 SCHOL 这块我也加一个，加个什么呢？比如说先把学校写上 EDU， 好吧？你看这样的话，我们在调用创建学生对象的时候，比如说到了把 S 等于 new student 这块写上名字，比如说叫做妹子，然后年龄20，性别女，对吧？学生里边有没有一个说话的方法 SAY2？ 有吧？那你看他可以介绍过来，他可以怎么输出来我所在学校，是不是有了？那同样是不是说话方法也继承过来了？别人在调用学生方法里边这个 SAY 的时候是不是也好使啊，对不对？那看一下也是好使的，对不对？而且功能上是不是相差不多呀？这样的话就不符合什么咱们前面说的封装的原则，对吧？两个功能特别相近的最好是合成一个，不然的话比如说别人在学习这个类的时候，这两个区别它就总混淆，看不出来有多大的区别，然后就比较纠结不知道怎么用了。而且功能多是不是对封装也不好啊，对不对？差别还不大，所以怎么办呢？咱们可以这么多，对，我可以写一个，因为这相当于一个人有两张嘴，对不对？对吧？不知道用哪张嘴好了。那我们这块怎么办呢？如果我这块方法名跟傅类方法名写成一模一样的，写成一模一样的，对不对？那刚才说了，在同一类里边写一模一样的是不要用啊，但子类可以跟傅类写一模一样的，这就是能把傅类的这个方法给重写掉，就叫覆盖，对吧？这样的话，我在子类调学生方法是不是只能调 SAY？ 对不对？那他这块你看是一样的效果，对吧？调傅类的，傅类没说这个，对不对？调子类没说这个，所以呢这个咱们也叫做方法的扩展，咱们所有说继承咱们可以叫做扩展，对不对？那方法你看算不算扩展呢？傅类说话有说话的功能，但是说话的功能怎么的不全，是不是？他只说了一部分，然后我在这一部分基础上又加了一句，是不是对傅类功能一个扩展？是，对吧？所以呢方法的覆盖也叫做方法的扩展，听懂吧？对原来加功能是可以的，对吧？那他说这样写，这块也叫做，我这块笔记交那加上啊，这块也可以叫做什么？叫做方法也可以扩展，就这意思，对吧？但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现在如果基因突变，人类说话都变了，对不对？都说标准的普通话了，那怎么办呢？我是不是这两个说话的方法这块全得改啊？你看如果我把这块我的名字是，它变成大舌头了，是，对吧？那你看子类这个变吗？不变。所以呢要修改代码的时候，把这个是怎么办呢？是不是得修改两遍呢？你看这样的话才能出一效果啊。对，那符合可修改性吗？可扩展性吗？继承是这个覆盖是可扩展性是能实现，对不对？但是可维护性可修改性是不差呀，从一性是没有达到啊，对吧？所以跟大家再说一招，什么呢？再有我是不是把傅类功能粘过来的？那如果我写的一个类妹子你来用，对吧？我这个类，但是我为了保持商业机密，我把这个类给加密了，对吧？我但是我让你使用，你可以继承，
对吧？那你继承的话，比如有一些方法需要修改，你呢，我这加密的代码你能找到是在哪儿吗？能粘过去吗？是不是粘不过去？对吧？你看我刚才是粘过来的，是不是又加了一句？嗯。那傅雷代码如果有几千条代码都是我写的，你还看不到，那你用前面写的你怎么去扩展呢？那几千条代码你再去编，再去编写吗？然后加上自己的一句话吗？是不是就做不到了？对不对？所以怎么办？被覆盖的方法是能调到的，听懂吗？比如说这个吃的方法傅雷里边了，我在这块说话的方法里边能不能调到这个吃的方法？到时候这次里边的 EAT 可以调到吧？对吧？然后我们刷新一下，是不可以？对吧？那傅雷的方法除了这么调用，看到了吗？但是如果我这边调说话的方法，又出现什么情况？你看我刚才调用这个方法，是不是调用吃了？我把方法名 SY 改成这 SY 了，对不对？可不可以调呢？这是递归，现在是个死循环。为什么呢？这个方法是不是自己的也有？是不是覆盖了？相当于调用自己的，明白这意思吗？相当于调用自己的，是不是就一个递归了？所以呢，如果不是被覆盖的方法，不是被覆盖的方法，我们就可以用这次调用。因为那些方法是不是就已经继承到子类里边了？用这次是不是找自己的？如果被覆盖的方法，你就不能这么调用了，就得区分是调用自己里边的，还是就调用父类里边的。如果这么写，这次就是调用自己里边这个说话方法，调用父类里边的。记住了，用什么？用父类的类名调用方法。对，对象调用方法使用的是这个，后边咱们会重点讲，后边咱马上就会讲到静态的时候会讲到啊。对象调用成员使用杠箭号成员，清楚吗？那如果使用类来调用的话，是冒号成员，是不是咱就多学了一个符号，两个冒号，对吧？所以我现在你看，哎，是不是这个说话方法用这次调用是不是递归了？怎么办？父类里面什么 person 冒号冒号，你看 person 冒号冒号是不是调用说话方法？那就调用到谁的父类的方法。然后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同样是这句话？那我把下边这个拿过来，把这句话是不是就可以删掉了？把父类的功能是不是全？哎，这把父类的功能全拿过来之后，我又干嘛了？是不是又扩展了一个？那不管父类代码，只要是允许你继承，不管你能看到不能看到，是不是功能全都拿过来，再扩展一个你自己的一条语句，是不是就可以了？这是不是就是方法的扩展？看一下，哎，没问题了，对不对？现在是不是可修改性什么多好啊？我只要对父类的方法，比如说我这块修改，把是是是这个去掉，变成一个是，对吧？那么我们看一下代码，是不是就变成一个是了？子类的方法和父类方法是全变了，因为共用的是一个，对吧？但是还有一个不好的地方，我这块用父类的类名来调用父类中的方法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呢，如果父类类名发生变化，我是不是调用的代码地方也发生变化呀？比较麻烦，所以系统里边为了支持这个功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关键字，什么关键字呢 ？parent， 英文单词什么意思啊？父亲、父母亲，对不对？对，对不对？长辈的意思。所以呢，用它来代替父类类名成员，最关键字就是代表父类类名了，可以这么理解吧？嗯。所以呢，我们用这个词，看，在这块是不是更好一些啊 ？parent 这个关键字看到了吧？所以记住，使用 parent 冒号冒号来怎么的？访问父类中被覆盖的方法，听懂吗？当然，不被覆盖的方法，父类中也可以调用，对不对？但是不被覆盖的是已经继承过去了，只用这次调用是不是就可以了？所以没有必要用它。所以我们这块了解这个词了吧？调用父类的被覆盖的方法是可以的。对，当然了，构造方法也是可以怎么的，也是可以覆盖的，对吧？比如说前边咱们这个构造方法初始化的时候，是不是只初始化三个呀？名字、年龄、性别，是不是这样？嗯。那我们现在要初始化什么呢？在学生这里边不光是初始化这三个，还要干嘛呀？对，还有学校。所以你看我这么写，
这块多少号吧，这块我这个属性是不是就可以不写了，对吧？然后这块是不是可以多加一个学校 SCHOR， 对不对？然后这块再加一个 $this 里边的 SCHOR 等于 $SCHOR， 是不是这么加上？是不是扩展了一个？现在是完全覆盖呀、完全重写，对不对？完全重写，这样可不可以呢？没问题。这块学校，比如说这块写着兄弟连，兄弟连，对吧？那我们来看一下代码变一变呢，是不是变了？那有的时候能看到我这么写行不行？不管你能看到还是不能看到，构造方比较特殊，记住特殊在哪儿，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只要是记住一句话，我给你写上吧，重点重要啊，什么呢？只要是子类的构造方法怎么的去覆盖父类中的构造方法，一定要在子类的最上面调用一下父类被覆盖的方法，记住这句话。那说为什么一定要调一下啊？我刚才调用了吗？没调用，是不是一样实现的？对，对不对？但是想象一下，如果父类在这里边修改东西的时候，子类的话，你已经写好固定，对不对？子类会跟着变化吗？不会跟着变化呀，对不对？那父类有的时候，在你看不到代码的情况下，父类里边写了很多初始化的东西，不光是你想象的这三条的东西的时候，对不对？是父类有些初始化也没实现呢，所以就造为程序有好多东西没初始化，结果就不同，清楚吗？所以必须记住的一点什么？就是这句话。所以我们记住代码一定要改，这三条代码我们就不能这么写了。用什么 ？parent 冒号杠杠希望 str.cd， 然后借助父类初始化，这样才是一个标准的代码。看到了吗？在子类里边的构造方法的最上边，是不是调了父类被覆盖的方法？这样的话，父类构造方法有修改，是不是子类构造方法也跟着修改？父类构造方法有一些隐形的你想象不到的代码，是不是子类只要调用它，是不是全实现了？只是扩展一些东西，这是必须做的一点，听懂了吗？重点。那覆盖还有最后一个知识点，什么知识点呢？权限的问题。权限的问题，什么是权限的问题？听懂吗？记住了一点啊，父类里边，比如说这说话的方法，是不是子类给它继承了、覆盖了？那你看我说话方法，我可不可以这样呢？这块写着 protected， 变成保护的呢？看一下，是不是出错了？对。为什么出错了？就是什么，比如说父类就代表比如说国家中央，比如中央说扶贫计划，对吧？给每个小学生中午餐的时候，比如说两个鸡蛋一袋奶，对不对？那你到学校那块去执行，学校的是子类，对不对？执行上级部门，你给学生是一袋奶一个鸡蛋，克扣了一个鸡蛋，对吧？那要学生知道是不是就不愿意了，或者别人知道也不愿意，对不对？属于这个学校贪污了，对不对？所以呢怎么办呢？但是你可以比如说给两个鸡蛋两袋奶，是不是可以加一袋啊？那是不是大家都欢迎啊？对吧？所以呢，上层的决定，下层你只能是对它的权限进行放大，但不能缩小，明白这意思吗？所以呢，权限保护的时候，父类要记住只能干嘛？父类的子类的权限一定要等于或大于，不能小于。也就父类是公有的，权限最大是公有的吗？子类只能是公有的，父类是保护的，子类能用保护的和公有的，明白这意思吗？所以说权限的问题非常重要。那权限问题怎么的呢？子类只能大于或等于什么父类的权限，不能小于，就是这句话，对吧？其实咱平时写的时候放大的情况也很少，缩小的情况也没有，对不对？一般的父类怎么写我子类就怎么写就完了，对吧？但是父类保护呢，子类有可能把它设成公有的，把它权限放大是允许的，对吧？这就是咱们覆盖的时候注意一些细节。一是覆盖怎么实现，为什么要覆盖？第二就是覆盖的时候，父类的覆盖的方法咱们又能调用得到，
然后再有就构造方法，咱们要注意一个细节，对吧？再有就覆盖的全因问题，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好吧？好，谢谢大家。大家呢可以把我发下的课件，你再把继承好好看一下，这里边把继承的关系，这里边也都写了，还有一些例子，大家可以去好好读一下，好吧？好，谢谢大家，再见。这节课咱们就到这里。Thank you.